今天的重重气，男仔，哎，评论抓呀，很帅气耶，重重气。哦，你留两个字，十万，十万，好不好？我觉得。你要早讲嘛！你这句话早讲，我们就不会这样乱写，擦不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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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有没有卫生纸可以擦一下？是这样。那你要约一个朋友跟你一起去，还要约朋友啊？因为像陈哥都有凹和女朋友，聪明哥有请阿基师来帮忙。一个朋友里面谁是？一个女的。一个女的，一个女的。首先要先谢谢鼎泰丰，还有谢谢我的好兄弟，号角响起，阿翔还有浩子，然后在这么及时的在网络上直播，然后我传简讯给你们，然后接到我们的讯息，马上就陪我一起来把这个爱心的肉粽，然后送给台北启智学校的师生们。然后虽然今天不是端午节，然后希望在端午节的前夕，能够给你们一个暖暖的爱。这是我度过最快乐的一次端午节。是啊，当然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节目，然后邀请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。嗯、对，那不然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学校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接触到。这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就是每一个人都快乐，最快乐的端午节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粽子。对，如果说今天有任何瑕疵的话，就是说单位怎么没有准备甜辣酱呢？不是啊，那粽子本身已经很有味道了。那像浩子一开始发了心愿要16万个赞，其实也不是说要越多人越按赞越好，而是要越多人知道这样的事情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些公益，做爱心，这是很棒的一个世界。是要把爱传出去，因为爱这个世界才会转到。而且呢，你看大家看到我们，然后拿到粽子的时候是非常，我不晓得是看到粽子开心还是看到我们开心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看到他们的笑容，有没有？我就觉得真的施比受更有福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才是最开心。大家一起来按赞哦！